天哪！干你老师！现在是晚上，各位，时间一到，请自己注意啊！天黑请闭眼。天黑请闭眼是不是也是狼人杀？对啊，就是狼人杀。最早以前是叫天黑请闭眼，之后才是狼人杀。是的。嗯。哦，对呢，我想到那个谢振武的节目，好像就是叫天黑。没错。谢祖武。那个那时候。对，谢祖武的。完蛋了，有人喷喷不起。小五哥。之前不就闹过那个新闻？搞错。搞错人，呛错人。对。那韩粉呛错人。对啊。我是觉得会看错、会呛错的，都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，都是智商有问题。没有错啦。我要无敌玩冲枪疯狂玩。怎么旁边有在爆桶？你这样我怎么好意思？啊，说出来了就。啊，你直接公开回。哈。啊！你都换武器了？不是啊，我只是想练，我只是想练魔物的动作，熟悉一下，因为我在练回避技，不是回避技，我在练回避性的。哦。啊，冲枪比较适合玩回避性，对我来说。在江江面前玩冲枪，玩，等于是在关公前面吃，在奈斯面前耍大刀。原来关公的才能是吃，哎呦，一臭蛋的，吃一臭蛋是不是？关公面前吃，在奈斯面前玩超虫棍。没有，现在在奈斯面前不能玩太刀了。为什么？狂玩啊！现在，他现在是太刀型了。救命！他对我吼一声，我好怕啊！我吼啊！我怕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太强，是我忘记吃饭。你怎么跑那边去啊？我一炸炸一炸，我就冲下来，冲下来发现我没有吃。OK 了 ，OK。我要带水冲冲，一直把他浇熄。我没杀，我是跑输了。有差的绝对不会是两个冲墙。从这边啊，酱油膏这边比较快啊。怎么了？啊？这边他说从这边跳下去更快啊。水属性的虫让他的那个抓抓那个的时候，毛抓太久就有一个习惯性。水属性的虫让他头变哦哦，你说熔岩龙啊？对啊，我跟他说有差的绝对不是我们俩。那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休息。爱打卡，爱打卡。那我在家里休息，去买饮料喝，我再回来。好，好，那我拿出我的三明治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个要被我踢出去。你舍得哦？舍，他舍得啊，他才不舍得嘞。他现在我们约好在夕阳下一起抓绝土毛鸡。哎，好，可以。下来了。我不小心把两个爆桶都放出来了啦，再回去拿，还白痴，回去还会把我洗补洗补血补回来哦，白痴哦，不，安妮玛的偷偷闭嘴。还没中啊！你要再拍一次啊！你那个真的差非常多啊，不能帮你说话、啊。哎，但是鱼龙种不好抓，他那个潜在地板、啊，那个真的差超多的，已经不是不好撞的问题了，真的差非常多。台阶下啦，你看，江江都死了，更变道具箱，更换道具。这个是什么？爆桶。
好像有上去哦。来了。靠！我刚以为。有人死了。我觉得他在那边炸炸炸炸炸，中间突然跳一横。我也是。来，给你们。我没有石头啊。我也没有。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我捡，我捡。那我炸了。炸。哎、欸，石头嘞？石头嘞？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能改外观装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炸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可以撞哎、欸！什么？哪里撞了？撞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想出去。你进来浪费爆筒的、啊。对啊。进来死给我们看的、欸，好夸张哦！我做错了一件事情。教你什么做？就是另外一件没有布局啊。我不小心撞到没有布局的那个。没错啊。超白痴！我想说，嗯，我的布区为什么消失了？转时间了，快毛鸡！我要去抓毛鸡，我不要理你们，再见。不要太靠近哦，这边望远镜看哦。没有。你还有哪里？瘴气。瘴气跟那个森林都是。有个球。你怎么会看？真的看时间呢、啊？不行，我真的很气，我要抓。瘴气跟森林，那我去看森林好了，瘴气交给你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一个人在进帐篷啊？来自杀、啊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看错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不是需要猫的？哎、欸，啊，普通的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哦，进来怎么会吃生物学？我，哎呀，没有，我还没吃饭啊。哎、欸，我吃过了，北七哦。哎、欸，有毛鸡，我看一下是。有人在煮泡面，都是普通的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！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回到。我还有一个点没看，那个在。好，我先去打。底下的那下楼的，楼下的那个是普通的。上面。你先去打吧。嗯。好，你了。猫猫鸡，哎、欸，变早上了，哭啊！哭啊！酱油萝卜糕，好认真在打，不能输给他。我回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差点丢网子出去。哎、欸，龙吉将离去。给他死。他可以五分钟吧？啊？啊？什么？他是说给他死？他快死了吗？还没啊。哦，你是说把他杀了是不是？就赶快打、啊。I got it。对啊，消失应该只有五分钟啊。
如果江江来得及的话，来得及什么？来得及不要在家里的话，我已经出来了。我没喝到人饮，不用喝了啦，吸血就吸回来了。哇，你笑得好，好尴尬啊！应该是，他转了一整圈嘞。对哈，我忘记配采集装进来了。地址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专门采集的装备啦。哦、你说昨天说要配忘记多荒地的吗？不吧，多我在讲地狱，多龙岩地区的吗？啊，龙岩地区的。不然你是什么采集装？完全都没有适合这边的采集装哦。巨魔的啊，就是什么直血、地血全部塞身那一种。嗯。然后准备五啊。就准备是不用啦。就是一装的啊，用一用啊，反正是采集又没有要干嘛。还是有推荐的采集装，我等下拍给你，我弄出来的。好啊，谁撞哦？有，他听到了，他撞了。我打到他了。哎、欸，他累了吗？哦，撞。怎么样？一定成功抬头了，我会了。是提成。好，不要一直按着圈啊，就是压蓄力的那一瞬间把圈放掉，按摩石头。哈？他是在火山上面蹭吗？是要跟我一起死吗？你的哈是哈我还是哈他？哈你。对啊，就是你蓄力不是压着圈？对啊。啊！圈直接放开呀，推左边的蘑菇头往上推。哎，睡了。是啊、哦。嗯。刚好像第一次有成功，不过。谁要撞吗？33%哦，要快哦，好像两分钟了。哦、欸、哦。拍谁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撞。哈哈中洞。哈啊，怎样？笑那么爽？他声音，他是不是要逃啦？没有没有，叉叉在那边。我突然出现巨大矿脉，又在挖矿，妈的，时间快不够了。完了，哎、欸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那没事。
你是放开的同时推哦？对，放开圈，然后推蘑菇头，它就会往上。你蓄力的时候不是压的？对啊。你就直接把压的那一个放开，然后推蘑菇头，它就直接往上。15%。我先把陷阱放好，你们打。可以抓，可抓，可抓，可抓。哇，他要下去了。有骷髅头。我丢，我丢。好了。炮击。看，有抬头了。还没看到。他在挖谷中，有啊有啊，我刚刚有试了好几次，对啊，好像是都会成功哎、欸，这个推个三次，起码会开一次，成功率还蛮高的。等一下只好关台传记录档去煮泡面。你们今天想吃什么？阿 Q 维力，我去买。我想吃满汤。巨大谷种在巨大矿脉在这儿哦，还是都挖过了。还没，在龙岩龙这里哦。龙岩龙，哦，真的都在这边。对，好，我要挖一个荒地。我要采荒地的矿还是古种？阿坚，我去叫别人出来吧。阿坚就叫个龙的吧。熔岩地带的古种好像比较好看、欸、比较像化石、啊、比较不太一样、哦、巨大古种哦，有点卡、欸、我还是关掉好了。塞安的科技好像有点卡，科技看起来不太稳哦。嗯，如果关掉之后还是一样卡的话，我就来卡它，再打开它。哦哦，敲到脚胶。啊呜！跟变哎、欸，关掉一样卡哎、欸。完了，那就是你游戏的问题。那我还是打开塞安的科技吧。没有啦，反正这没有大小金也无所谓。更换道具。更换装备。你们在各唱各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唱同一首。他是唱哼旋律，我是唱歌词啊。歌曲歌歌哦，哦，歌曲歌歌哦。脑壳脑壳。不要。You're not sky. You're hungry and you're funny. 不是要飞龙种吗？两只石像在唱歌哎、欸。哎，黑山的奇肯的。哎呀，不是要打飞龙种啊？怎么有轰龙？不是，他导出的不是轰龙。我叫的其实是残爪，我忘记要叫飞龙。对啊，其实他叫做松爪龙了。所以不用走，没关系啊。当然，我想要升这边的，我忘记了嘛，没人提醒我。我有讲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你有叫什么出去的？所以到底要打哪只？啊，
把这只打掉了，打好啦，是龙源地带的、啊，轰龙不是啊？啊，轰龙是哪里的、啊？森林，森林，我的森林，哦，对，我的森林也七等了，我想为什么要从这里？高级跟高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半路滑到看到一个巨大狂买蛙呀。太有王蓝山，难道又有韩国人在逼着骂你？哎 ，I give you this chicken today 。Today， 阿红，我撞不到他。Today， Today， Today， 我的 teammate， 啊，我被吼了。I need my teammate。另外两个人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在啊 ，Help me！ 我不是说你，我说另外两个人。哦、啊，我在补充。Help me！ 我被盖勇了，救救我！啊！啊！怎么有人中藤蔓陷阱啊？那这只红龙到底在干嘛？我也很闹急呢。欸、希望我今天满足感可以满足一点、欸、昨天真的很不满足、欸、真的很不满足、欸、我才打一只什么龙而已，雷狼龙吧，不是吧，雷二龙，雷二打到我满足感没发动到水都喝完、欸、你昨天一个无体不满足、啊、昨天水逆琉璃凶爪，我有打过立正凶爪吗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应该有吧？一定有啊！可能是我叫的。我怎么不记得是一个叫琉璃凶爪的东西？立正琉璃？琉璃、啊？是琉璃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没有这个东西吧？哦，流哦破魂哦，靠北，我看了琉璃耶。你不止色弱哦，还是这个已经不是色弱的问题了，这个、文弱盲包的问题了，就救我啊！为什么还没有队友来？你要干嘛？对啊，我们不是我们在打凶爪啊？啊，不是说要打红龙哦？没有啊，他叫出来的、欸、飞龙吗？没有，那飞龙等一下再叫就好啦，不是吗？你刚刚是在跟谁沟通？对啊，我死掉了。不是进来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是跟到哪位队友沟通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。哦，所以他到藤蔓陷阱是因为你用过去的吗？是你哦、啊，我想说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！藤蔓陷阱跟丑包一样。他自己走一走，走到藤蔓陷阱那边去。对呀、啊，我想到他那么厉害。哎、欸，我牙兽种差一个了，拉奖要出来了。我牙兽种哇，还好长哦，刚开。他是牙兽。嗯，唯一的亚洲。问一样的问题。哎，我新手哎、欸。我就是说他，因为我上次解释过给他听了。哦，你怎么可以问跟我一样的问题？我已经忘记了。你看，他每次都这样，我很烦。你要习惯啊，这边很多人都这样，包括我。哎、欸，中了。来帮大家喝个冷饮哈。看来不需要了哈，冷饮是不是？好糗，糗到我现在不想打龙。打龙？打龙？怎么了？那糗什么？他连理你都不想理了。我感受到了。我以为我是在场唯一想跟他聊天的。他是不想跟我聊天。聊天啦、啊。我嘛要吃泡面。会使唔？还是要等去煮？帮我煮。袂使，干你娘！我靠！什么卖大便干你娘？袂使干你娘！袂使。那袂使啊。袂。卖袂袂袂袂。
又睡了。没塞工的 BB。哦呦，要去我。卖食管的秘密。秘密卖食管哦。对，卖食管的秘密。好远，好远，好远，好远。累惨。没 BGM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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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错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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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干！嗯？怎么了？哦靠！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是不是以为他在乱动？结果他其实在集成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疑惑我自己。哎、欸，没涂上去。不要到我前面，不要到我前面。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哇，好爽哦！欸、好猛哦！哦，那一锤真的是很大力耶。破魂！你刚刚在看什么？琉璃、啊？怎么看的、啊？琉璃、啊、破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自己创制、欸。流是看成那个十步流。对啊。琉璃。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像？有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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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。敢敲你手手。敲你脸脸，点点，敲你的背。没有开销给你。哎、欸，我是督管游戏。哇，你们是医护人员啊？想当督教授督不成、啊。那个什么琉璃呀、啊，破魂。对啊，琉璃。有说很像哦。不像啊。我跟他们绝交，我跟他们绝交。不行，你至少在抓到全部毛之前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偷一的，我偷一的。我在喝的，我在喝。等下捡东西捡到不在旁边挖矿。哎呦。我很怕挖到矿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人的锵锵啊！哎呦，繁星！有人跟着我锵啦！是，我是怕我不合群。那我也合群一下。我们三个都在打龙哎、欸，只有你在那边。跟你聊。哇，他今天是不是捡到枪啊？脏话怎么那么多？以前枪枪不会这样子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？因为我现在很气，是不是轰龙带坏了他？一定是。你看，看什么？我是被气死哎、欸！我气死了！我气死了！好气气气气！好气气气气！哎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怎么抽回来了？看，走开！我多管渡不上去，我还打错龙，我还没矿脉，好了，你挖到，你挖到了，煤矿挖，挖煤矿，戳你手，哎、欸、，my chance， no chance。为什么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光影？哦，原来是你的爪子，我靠腰！你是说像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你抓过去的时候刚好在我面前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一道奇怪的光 ？I see 一道光，鲁智妹喵，绿得你发慌。是什么麻痹神经？想要的未来，无敌被激光。喜欢的预言、哦，我忘记下一句
我只记得1080的，还是1060，我不记得。总是一什么不可思议的爱。1080啊，它是画质，它不是显卡。什么不可思议的爱？1060的，我不记得那个正确的歌词。这些歌词反而比较难记，看，就只是他唱的比较靠背而已、啊。加、欸、不是龙岩地带哎、欸，啊？我龙岩地带只加一咪咪哎、欸，不过他是龙岩地带啊，不然我怎么叫出来？奇怪哦，我看一下，加超小的2bit 吧。2bit 真的啊？这个单位也是蛮厉害的、欸。真的啊，我是用你们能理解的单位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，真的好2bit 哦，对不对？天哪，讲没错吧？真的很2bit 哎、欸，哇，那个行动真的是蛮贴切。说好的 PT 呢？这个大概就是1TB 跟3.5磁片的差别。哈，哎、欸，金火银火可以叫龙岩地带，可以啊。不可思议的爱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绿灯发光，想要的未来，魔力被激光，奇幻的一天，赶快去找不是，我唱错段了。萝莉北极光，萝莉北极光，哎呦，萝莉北极光，妈，我上电视。为什么那边有一只可怕？哎、欸，它不见了。它不是刚抓起来的吗？刚才有一只黑瓜在、那边。哦，大魔乌龟，老爷，今天来吃菜哦。我听不懂哎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有辣椒哎。老伴，今晚要吃菜哦。要先打辣椒吗？都可以啊。我今天被他打得很不爽，在找毛巾，只好被他打。那就打他吧。一号营地吧，他常在一号营地附近晃。没有啊，他在龙岩地带。龙岩，他在龙岩呢。哎，都我在这边看到他，你带我去一号营地。他跟萤火同台啊，要求啊。我们切西瓜过去啊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他强暴我了！我要切西瓜过去救人了。结果。他没看到我，好，大家喝冷饮。呜、哦！蛋嘞！噔噔的哎！我是少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奥德鬼爆炸菇怎么在这个位置？哦、好断！哎、欸，他吼的那瞬间，我现在变好钝了，完了，完蛋了！还是吼掉你的帧数。欸好掉你的 CPU， 我分数怎么掉下来？我手好硬哦！哎、欸，他那个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有看他那个哎、欸，因为房主是我啊，我整个掉帧啊。你好猛哦、喔！你让他打出了延迟招。哎、欸，他那个吼，刚那个大吼，我直接整个掉帧嘞、欸。最近说这样啊，玩家死掉我也会卡。我现在是整场在卡，先不是玩家死掉的问题，而是卡整场。你要让我们卡了，你要死掉让我卡了。对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完。可以啦。睡。啊，他醒。没有，节操。哇，他的脚是穿那个豹，那个是哪？豹纹诶。真的是豹纹诶。迷彩。迷腿啦。斑马纹，
哦，我连声音都好卡。爆炸声。没呼。我要被分尸了，有没有闪光啊？烧不能，这烧不能。不是闪光，丢闪光，丢闪光。我闪光好像没有呢。好啊，我要被他分尸了。有，我有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躲过哎、欸。我在最后一秒找出了我的闪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他准备拍我的那一瞬间，我可以滚过。哦。应该是那个啦。好卡哦！我看他也好钝哦。我读不起来，你怎样？你的脑怎么带？我就静静你会更钝的吗？看着你装逼，真的假的？哎呦哎、欸！哎呀！我要多远远的补你们了。你也在钝啊？谁？发现金之石即将离去，他看起来是跑，充满斗气的黄毛。啊，没有没有。这样打得完吗？我开看看，看开开。看起来想要跑，是不是要跑了？他在外面呢。他已经在外面了。走出去了吗？对，走出去了。好吧。我们去打我们今天的目标。哎呦，毛吉！我这个位置现在有毛吉，然后跑掉了，来不及。哇，因为不啊，我这个还没有五等，所以他不会是。哦。不会是那个。好。那可以去其他地方看一下有没有毛吉。好，我去瘴气。好，那我去森林。我要重开啊！我真的好钝哦。好啊。刚好。直接先全部退吧，看我有没有猫鸡。好、啊啊，来不及了，又完了。好，退退退。对对对，我重开游戏。感谢甘温，爱你哦。今天开好久，还好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十二点了，哎，怎么时间过那么快？我才想要问你要不要顺便收塔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边，因为有人可能十二点之后战花特别多，所以。啊，所以怕被ban台或是被警告，所以今天就到这边啦。感谢今天收看。会被ban台哦？是不会啊，顶多警告啦。会被警告？警告说可以请你不要再跟那位一起玩嘛，这样会拉低你的数值。我说不好意思，那个是我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明天应该有机会下午开台，因为最近就是，半夜剪片，下午可能巧克力有约拍片，就是想说不要实况到一半，就是去，比如说开个两小时，突然就说啊要录影了，拜拜这样子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给你们看这个，哎呦，哦好正哦，喵。这个是花了130几块钱买的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